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某一阵有声书系列哦。我们今天紫霞仙岛，这个系列的第二小项，我们来谈一个这个释迦牟尼佛曾经也这个预言过的贤劫千佛哈、哦。他讲到贤劫千佛，然后其实预言中呢要弥勒下士哈，好、哦哦、弥勒下士，但是弥勒下士其实也带着冥王出世的这个天机哈、哦。那事实上我们在贤劫千佛里面呢，事实上有看到的就是事实上第五个佛哈，贤劫千佛第五个佛弥勒佛下来的时候，他这个也是带着千佛灵皇万祖下界哈、哦。那这个千佛是一个比喻啦，事实上是上千上万上亿都不止哈、哦，非常庞大的天体中的很多的这些佛道神的世界中的很高的这些神佛呢，好、哦。来随着这个创世主弥勒圣人下士哈，那当然这个我们讲到贤劫千佛中呢，还有995个佛呢，事实上在这个预言中呢是一起下来哈，统统被称之为弥勒诸佛哈。哎，奇怪，这么多995个佛，怎么都被称为弥勒诸佛呢？也都有弥勒的称号。事实上呢，这就是所谓我们那个布袋和尚曾经讲到的。弥勒弥勒真弥勒啊，这个分身千百亿哈啊，时时世世人世人自普世啊，那真弥勒下来的时候，他分身千百亿，其实就是他的弟子呢啊，上千上亿的哈、啊。那世上的人都不知道啊，这就是弥勒的法子哈、啊。当然普度众生呢是弥勒法子的事情，就是这些弟子的事情，这个创世主曾经讲了、啊、我救你们，你们啊救众生啊，救世人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在弥勒诸佛这边呢，当然我们有看到贤劫千佛经里面呢，它里面有讲到第六个佛叫什么，叫狮子佛，也叫狮子吼佛。那这个当然就是是一个典故哈、哦，当然是讲到这个狮子佛他在人世间呢住持正法中呢所展现出来的威德哈、哦、以狮子吼的方式呢展现出他的威德哈、哦。当然佛经也会讲说佛啦如来呢这个大雄呢这样的哈。哦宝殿里面的这种如来至尊呢，他的讲法就像狮子吼一样哈、哦，事实上是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预言看到呢。事实上，这个第六个佛呢，贤劫第六个佛呢，他呢有这样的名号是有他的来历的哈、哦。这个只有在这个这个所谓的大法的修炼的弟子中呢才能传出来的。很多的弟子也见证到这个狮子吼呢它本身的展现出来的威德哈。当然整个这个所谓我们讲到是狮子吼佛他其实是贤劫千佛中第六位的在娑婆世界成佛者哈。弥勒佛下士随着弥勒佛下来贤劫千佛就995佛之一，也是弥勒弟子中人间第一个成佛者。事实上弥勒的弟子这创世主弥赛亚弥勒基督呢，以色列东圣人呢，他的真正的弟子呢其实也非常的多哈，说弥勒分身千百亿哈，就是他的分身有千百亿哦，亿啊上亿的弟子哈。那第一个成佛者，那重点是在法任人间，也就是接下来在人间正法中呢，会住持正法的一个成就者。当然，这是创世主赋予的一个威德名号哈。这个也是传承于自己这个弥勒的法传承，就创世大法的传承者。那创世大法传承的创世大法弥勒佛成大法，他呢是从佛的果位修取的法，所以他的弟子呢绝大部分都是具备佛的果位哈。虽然披着人皮在人间修哈，就是一样带着七情六欲的人皮一样哈。这样生活工作吃饭吃喝拉撒睡呢都有哈并不是就不用睡觉了哈。这样的在人中呢，就像释迦牟尼当年呢要这样每天呢一样哈，
啊，这个要出去托钵啊，这个释迦牟尼也要亲自去托钵哈，然后这样嘞啊，要这样啊，这个回来啊，洗洗脚哈、啊，然后嘞就打坐哈、啊，在打坐中呢，哎，释迦牟尼当然讲话哈、啊，讲给弟子啊，弟子呢当然就啊。哦负责啊修这个戒定慧的啊，以入定啊为基础的这种修法哈。当然，弥勒佛虽是传法呢，传的弥勒佛城呢，事实上我们前面都跟各位讲过了，它是非常殊胜方便的啊。它事实上不是要大家一直在那边打坐哦，不是哈、哦，那个是方便的，就是也是只是辅助的手段哈。好、哦哦，这个其实啊，各位在庙中看到这个佛像呢，啊神像呢有在打坐了，那就是要告诉各位啊，这是一个啊修炼的啊方法之一啊，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大家都是来这边修炼的。啊，那修炼干嘛呢？有时候你有得到佛道两家的传承，就这样；没有的话，你在人间一样啊，一入三界呢。创祖就讲了，你一入三界就在修炼啊，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这里面的历经的这样艰苦啊，不是各位能明白的哈、啊。那种堪忍世界中哦、啊，大家只是觉得说啊，在生活啊吃了无尽的苦，但是总是为了要活下去嘛，但是却不知道这其中都在修炼，因为天上的神啊，比人类高一层的神都看得到哦，啊，看得到人间的许多的这些披着人皮的这些神在人间呢、啊，哎，历练哈、哦。当然，这要有一定层次才能看得懂哈、哦。所以当年其实流波呢百年一言十碑里面也有讲到哈、哦，弥勒出生在这个赤头目城啊、哦，这个是不得了。当然，他也看到很多的天机哈、哦。那包含看到紫薇大帝的事情哈、哦，那现身呢，所以有时候讲到推背图也是有讲到弥勒下至明王出世哈、哦。当然人世间呢，这个我想这些弟子呢，这些弥勒圣人的弟子非常多，那有在人间呢啊成就起来啊，来参加参与这个时候普度众生，我想这也是一个啊娑婆世界人世间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尤其在现在整个全人类在大审判中呢，啊，在大瘟疫呢，各种劫难呢，啊，水灾也好，啊，洪灾也好，还有火灾也好，哇，其实全世界呢各地呈现出来就是水深火热中呢，大家在消大业中，光是一个确诊啊，这个就会上百万的、上千万的，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一直在警醒的前人类啊，警醒的前人类，其实啊，我们知道犹太的拉比他们呢也预告了这个所谓的大审判，就是为了怎么样迎接主的来到哦。那事实上是弥勒圣人啊，创世主弥勒圣人弥赛亚已经现身传法了，只是并不普为大家知道哦。这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弥勒的弟子的问题哈、哦。如果这些弥勒弟子还不知道说他的师父是弥勒啊，哎，这样就是有犯了一个很大的错，他也就是不敢跟大家介绍哈、哦。那这个相对的就会看到我们人世间怎么这么久了啊？这个创世主弥勒圣人传法28年了，到今天呢，大家知道的不多哈、哦，也是有他的背景因素了。那当然啊，微尘在这里呢，一系列就是在为各位解开这个所谓弥勒下至明王出世的天机哈、哦。那今天用很简单的，我们来谈到贤劫千佛中的第六个佛狮子吼佛呢，当然就是一个因缘机会之下啊，我们才来做了这样一个视频哈、哦。当然，很多的同修修炼人呢，看到这个他也会很惊讶哈、哦，但是千万不要有所嫉妒与排斥，这是个人的体悟而已哈、哦，没有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从佛的国义修起，这个创世主呢，他传的创世大法呢，事实上是从啊，从佛的国义叫称弥勒入三界传大法，入三界称弥勒之佛尘，这是创世弥勒圣人亲自讲的，他在人世间传的就是弥勒的佛尘大法啊。啊，所以各位呢，在这修炼的过程一路过来，也许从气功也好，从大法中说来啊，啊，可能慢慢就会知道说啊，原来这是修佛大法哈、啊。
在东方人比较能理解，西方人当然他的修持方式会比较特别一点哦。那我们主要是站在东方，我们就是来用东方的这个我们所熟悉的佛道两家的修炼的概念来跟各位讲到这件事情。那所有的弟子呢，他弟子呢其实不能够去排斥任何同修的证悟跟弘传大法哈，因为你不知他，你不知道他的历史使命哈，啊，更不能排斥同修，或者这修炼的路就会被堵上哈。事实上，我们非常非常紧张的就是啊，一路过来，我们看到一些同修呢，啊，甚至在组织里面呢，啊，排斥的一些同修，却不知道这个同修本身的历练呢，跟一切的准备事物的安排中，是为了后面要做什么事情，他吃的苦是一般人无法承受也无法理解的，然后却因此而误解而这样去排斥同修。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也造下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根本就是修炼的路被堵上了。在这堵上的过程里面，师父看了是非常着急的，所以想尽办法了啊，去用他的方式来讲，来介绍创世主经来哈。这个就是创世主在介绍创世主的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典故哈，因为要挽救这些啊已经啊这个失职的这些法子哈，这些修炼人呢，哎，因为不能够去介绍创世主彼得圣人已经来的天机，我造下的一些业哈，其实这个障碍其实就会影响到这些修炼人的修炼，同时也会影响到世人呢无法知道说弥勒下士哈啊，弥勒下士的天机，也就是创世主来的天机都被掩盖下来了，是因为其实修炼人不敢呢跟大家讲哦。那这个事情其实到今天为止呢，事实上啊，我们也很无奈呢，那也只能在这个啊几年前赶快成立的围城呢，赶快来为各位解天机哦。那现在希望的大家呢，赶快你去找到创世主，找到弥勒圣人，这是说人类呢这些啊南七十亿人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天上下来的啊佛道神哦，非常高的神明哦，你们天上的亲人呐、啊，你们世界的这些众生呢，眷属在等着他们的王回去哦，不要忘了，这是天机呢，就在烧饼歌里面有讲到、哦，末时千佛灵王万主下界呢，那天上诸佛诸子不遇金仙之路，没有遇到创世主弥勒圣人的佛成大法，这个创世大法的话。消了国位哦，那未来宇宙就没有位置了。为什么宇宙层次外面已经爆炸哈，然后被创世主给挡下来，而且更新的宇宙，同时这样。这个把宇宙的根本大法在人间弘传，就是让宇宙不要再沉住外面，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千佛万祖随着千佛灵王万祖下界，那么多的神佛呢，随着创世主下来在人间呢，吃了无尽苦，准备得法哦。人类的历史两亿年，一直到现在为止，今天呢，事实上创世主才短短的传出28年的，事实上正宇宙的正法已经快要结束了，这个就是。那么庞大的法在人间弘传有限哦，接下来法证人间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所有的四智后佛，就是第六个佛，事实上还有无数的佛一样在人间这样正现身哦，这就是弥勒法子呢啊，他们来成就的时候一起来这样普度众生哈、哦。那这个第六佛宣解第六佛只是一个代表性啊，它称之为四智弘佛，也就是我们今天呢啊跟各位来介绍的这个啊，衔接第六个火的啊，四子火的一个背景因素呢，啊，跟他即将要去展现的事实哈、哦。好，那我们今天很简单的先介绍到这里哦，各位不要忘了赶快订阅围城的频道哦，也你赶快分享出去，这是功德不可思议的哦，这也帮助各位在学习遇到这个创世大法的所有的一些机缘，跟整个提升自己的智慧，打开自己的智慧，帮助都非常大。一个按一个赞，时常无私的分享，你会打开很多的锁，一些很多的封印会被打开，这时候你就知道啊，你是为何而来哦。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